我要加两个奥特曼，我要加一个刘平，我要加大把的臭袜子。我们来搅拌搅拌，魔法汤就完成了。哇，是魔法汤！喵喵喵喵！哇，白雪和贝尔姐姐去哪里了？奇怪，魔法刀怎么也没有了？熊妹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刚刚在和白雪姐姐、贝尔姐姐做魔法汤，不知道为什么一家人他们就不见了。我记得这里没有东西啊，怎么多出来两个石像？熊妹大宝，快来喝我的神奇泉水吧，喝了它，你们就可以实现任何愿望。哇，真的吗？那我要试试。大宝不要，不能乱喝东西。喵喵喵，真好喝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大宝也不见了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知道的话就发送一一告诉我吧。原来是这样，还是不爱自己大宝，你们等等，我去找巫婆婆来救你们。巫婆婆，白雪、贝尔姐姐、大宝都变成了石像，你快救救他们吧！不要着急，熊妹，我先看看这是怎么回事。回忆之镜，我要加两个奥特曼。白雪、贝尔、熊妹真是太过分了，竟然用我们奥特曼来做魔法刀，为我们还尽心尽力地保护人类，你们一定要得到惩罚！奥特之力，哼，看你们还怎么欺负我们奥特家族！原来是这样。巫婆婆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加入的不是真的奥特曼，是奥特曼果子，是奥特曼误会我们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去找奥特曼说清楚吧。怎么奥特曼也变成了形象了？这下可怎么办了？我有办法，只要童话王国的大家都喝下奥特曼石像的泉水，白雪、贝尔他们就能恢复了。真的吗，巫婆婆？那我先喝。兄妹，不能喝，不要相信巫婆的话，她是黑暗魔王假扮的。可恶，王后，怎么又是你坏了我的好事？黑暗魔王！兄妹，这一切都是黑暗魔王搞的鬼。什么？我们来搅拌搅拌，魔法汤就完成了。魔法汤，哼，有了，黑暗魔法。哈哈，喝吧，我要把童话王国的人全都变成石像，这样童话王国就是我的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不是奥特曼把大家变成了石像，这一切都是黑暗魔王搞的鬼。但是现在白雪、贝尔姐姐他们都变成了石像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黑暗魔王的石像魔法只有精灵仙子才可以破解。精灵仙子，你快出现吧！怎么了，熊妹？白雪、贝尔姐姐都被黑暗魔王的石像魔法变成了石像，你可以把他们变回来吗？精灵之力！太好了，白雪、贝尔姐姐、大宝们都变回来了！我以后再也不乱做魔法汤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不可以乱喝陌生的东西啊！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请点赞关注吧。